今日天氣好好啦，嚟到將軍澳澳南同個客人去睇樓，成個環境都相當靚嘅，低密度得嚟呢啲樓又新，商場、海濱、鐵路乜都有。我覺得將軍澳好住嘅，而家個價錢跌咗，再睇下嚟緊28號新嘅財政報告出咗，有冇啲新嘅措施，然後再決定入唔入市，而家係睇定啲先。都好理性。今日睇呢间就 Montaway 嘅三房套，实用面积就847尺，向东望到内园，再望到河景嘅单位，价钱就1676万，尺价为起19000几，略为贵少少。入门系一个长远瓜，可以靠墙身嘅位置做一个窄身嘅鞋柜。转入嚟就一个厨房，两边工作台面，800几尺嚟讲，呢个厨房真系略为细，有个工作平台啦。再转入嚟就有一个长形嘅厅，行到去露台位嘅位置，你会望到一片河景，楼层较为高啦，所以景观都几靓嘅。顺住走廊行就系一家客厕，好企理。然后就两间睡房，基本上都系一扇大窗，望住一个靓嘅景观。后面都有间工人房嘅，第二间房就系一个衣帽间，最后面睇下个主人房，一入嚟就有个主人浴室，有窗嘅。然后主人房够大啦，都系有山有水有天，景观相当靓。然后角落位预留咗一个衣柜位，成间屋睇完你嗰一点，欢迎留言话我知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